现在猫咪是这样睡觉的，怪不得人类睡觉都是平躺，这样睡着确实很舒服呀。男人把这个杯子拿下来，空调开太足，我怕感冒了。而奇葩狗子却是这样睡觉的，入户都别跑，我等等我，哎，快等等我。怎么越叫你越跑呢？放心，我保证不吃你。我认真的，别跑，站住，说就是你，看我抓住你不把你轰翻了。狗子，你这样的睡法，那真是越睡越累。聪明的动物是这样做家务的。哪有你这么懒的人类呀、啊？这碗都放多少天了，都臭了还是，就等着我来洗是不？而奇葩猫咪却是这样洗碗的。咦，我的碗呢？刚才扔进去的，怎么就找不到了呢？难道是洗洁剂放多了吗？还是被谁偷走了？哎呦，敢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偷玩，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吧？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大喵啊，按照你这种洗碗的方法，我还没洗干净，整个厨房都脏了。好像是那个，那么轻易的。天才动物是这样跳舞的。大家好，我是鸭子界的舞王，江湖人称蚂蚁鸭杰克逊。看我的潇洒的舞步，这不羁的舞步，开空步什么的，信手拈来啊！就问你服不服？